我才是她男朋友，请你自重。不是你一个机器人怎么这么自作多情啊？小麻雀，我给你买了最新款的手办。喂，你别乱来啊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！这不是医院门口那个神经病吗？我可以解释，可以解释。怎么办？我尴尬到要哭出31天了。你们俩这么快就同居了？算是吧。不，怎么不算？我们明明说好了同居，还有协议。喂，这 AI 机器人？我不是机器人。啊，他叫金木兰，他是我。小麻雀。完了完了！既然是你研究的机器人，那我就放心了，下次不许骗我啊！好好好，你们都饿了吧？要不然我们去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我定好位置了。嗯，走。这个感觉有点酸，好奇怪啊！我给你订了你最爱吃的那家火锅店。我才是她男朋友，请你自重。不是你一个机器人怎么这么自作多情啊？我是外星人。神经病吧。喂。臂力可以啊，来抱我试试。他不会真的想抱我吧？太重了，抱不了。我吓我一跳。